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众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；皈依达摩，地狱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地狱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11页，倒数第四行：化鸟说法。化是变化，阿弥陀佛变化成鸟为大家说法。我们看经文：复有众鸟，住虚空界，出种种音，皆是化作如是见佛。这是鸟在空中飞行，它也有能力在空中站着不动，这叫住，因为这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不是真的出生，真的出生没有这个能力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这第五种，佛令建筑鸟说法，以证小本种，就是《阿弥陀经》里面所说的是诸众鸟，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。这是真的。那么为什么佛要变成鸟给大家说法？这是使佛了对一切众生，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同类的，我们在讲堂如果坐久了感觉到累，实际上是不累，我们有这个习气，有这个习气它就会有这个情形发生，没有这个念头就没有，叫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那么跟佛坐在一起，一定要坐得很端庄、很恭敬。如果是鸟呢，就可以很随便了，听着，什么样姿势的，我所谓躺着、卧着都行，所以佛用这些方法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好要。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特别是一报，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所以六尘说法。那么这个佛问呢，你们都见到没有？弥勒菩萨回答，
此事备言，如佛所说，一一皆解。通通都见到了。下面呢有个特殊状况，问大家有没有看到？佛告弥勒，彼国人民有胎生者，如佛见佛。极乐世界有胎生的，有化身的。化身没有问题，大家都知道，胎生没听说过。为什么极乐世界有胎生？弥勒菩萨怀疑，就提出疑问了。弥勒白言：世尊，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，如夜摩天出于宫殿，又见众生于莲花内借家辅助自然化身。这里面把往生极乐世界两种不同的状况说出来了。念老的注解上说得很清楚了，于莲花中自然化身，是名化身，这是正常的。极乐世界称为莲花世界，莲花表清净，出污泥而不染，所以佛教用它来表法。污泥代表六道轮回，莲花的根是在泥里面，泥上面呢是清水，清水代表四圣法界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这是净土。泥代表秽土，六道。那么莲花呢，长在水的上面，它是染净都离了，不但这个染污它离开了，清净它也舍弃了，染净都没有。花开在空中，开在水的上面，取这个意思。极乐世界了，每个人都像莲花那么样的清净。这个表法呢，只要是还有起心动念的人都能看到。虽然看到他们已经没有分别执着了，那么这些看到的人还有执着，有化身，怎么有胎身？胎身还是在莲花里头，并没有离开莲花。我们看注解，胎生者以疑惑心修筑功德，愿生极乐。于佛无智，疑惑不信。这个地方有无知，参考资料里的有无知这一段，遍地疑尘，这个第四摄里头
这个经上说，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，不了佛智，不思议智，不可称智，大乘广智，无等无能，最上甚智。这是如来成佛之后得到的五种智慧。这五种智慧都是自性里头本具的。啊，凡夫对这五种智慧疑惑，不能相信，但是他还能够坚持真心切愿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，所以他也生极乐世界，但是生在边地啊，没有入品啊，凡圣同居土三杯九品下下品他都没有得到啊，这叫不入品，不入品叫做边地啊。其实什么叫边地也找不到，就好像他还没有被编上号啊，他还在等待啊，有这个意思。佛光大辞典里头有这一段的解释，指佛所得的五种智啊，他这个是从无量寿经揭露下来的啊，六论安乐土义。第一个呢，佛智，总称佛的一切种智，在三种智里头也有这个。三种智里头不叫佛智，就叫一切种智，啊，佛的智慧。有指总相的一切智。啊，一切智是指空，万法皆空，这是一切智，阿罗汉有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叫道种智，道种智是知有，啊，一切法体是空的，相有啊，种种差别的相，它怎么出来的？啊，这个智慧，阿罗汉没有。啊，阿罗汉只知道一切法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相是假相，假相怎么来的？他搞不清楚。啊，这很复杂。菩萨知道。啊，佛呢？这两种智慧圆满了，叫一切种智，一切就是一切智。种是道种智，两种都圆满了，啊，知道体、相、用，一二三，三而已，啊，圆融了，这叫佛智。第二种呢，叫不思议智。为佛智能以少作多，以近作远，以轻为重，以长为短，凡之一苦，真不思议智。啊，反过来，以多作少，以远作近，以重为轻，以短为长。啊，他无碍了。
这里头告诉我们，一切相是假相，不是真。如果是真的，少就少，多就多，少不能变成多，多也不会变成少，它不是真的。怎么回事情？从心想生，我们想多它就多了，想少它就少了。啊，真的是从心想生。那我们现在怎么想也想不出来。啊，菩萨的想全是神通，我们叫它做神通。啊，我们就通不了。为什么原因？菩萨用真心，我们用妄心。啊，妄心能改变，不能把它变成多少。啊，真心心，为什么？一切法是从真心变现的，真心能变能生能现，啊，它有这个能力。妄心没有，妄心是阿赖耶，就是我们的妄念思想。啊，妄念呢，不能生。不能现，但是它能变，把真心所生所现的相啊，把它扭变，扭啊，这个扭变非常明显的，心现心生的，是十宝庄严土，是一真法界，阿赖也是有能力把它变成十法界。啊，十法界人的心都是妄心，妄心不一样。妄心里头带着清净，染污少的，就变成十法界的佛。啊，染污稍微再多一点的，就变成菩萨。啊，变成圆觉，变成阿罗汉。啊，往下呢，染污就严重了。啊，染污里面有善恶，四圣法界净土里头有染净，还没有善恶。啊，所以它是净土。到染污里头有善恶了，善。就变成六道里头的三善道，恶呢就变成六道里头的三恶道，三善道、三恶道是这么来的。啊，我们要知道六道里头有善恶，啊，是六道之外没有善恶，没有这个念头。啊，这通通是阿赖耶起的作用。那么要是菩萨修道转识成智，转八识成四智，我们就知道他脱离十法界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证得阿罗汉，善恶没有了，就是六道没有了。啊，记住善啊，六道有善恶，十法界有染净。啊，道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染净没有了，也就是十法界不见了。啊，一真法界现前。啊，这在中国禅宗叫做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，啊，这个境界现前，他见到性了，他所见到的，人是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这见性，啊，知道性相皆如，性相报，啊，他入这个境界，那么阿赖耶。有生有灭，阿赖耶所现的相，啊，
所干扰的这个相啊，通通都有生命。啊，把心所现的相给它扭曲了。啊，如果不起心不动念的，这就转世成智，阿赖耶没有了，生灭的现象没有了，看到十报图啊，不生不灭，啊，十报图没有生灭现象，人寿很长，没有生老病死。啊，树木花草寿命也很长，没有花开花谢，没有这个现象，没有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的环境就是一真法界。啊，但是它特别殊胜的就是它的方便土、净土，它的凡圣同居土有善恶。啊，可是它也是发心生发心土，这就不可思议。啊，极乐世界跟诸佛世界比较不同的地方啊，在此地。啊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，极乐世界是纯以法尽净土，啊，没有染净，没有善。啊，那个地方的人，六根在六尘境界，确确实实都是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这个是他方世界没有的现象，在极乐世界可以看到，叫不思议之。啊，第二种。那第三种叫不可称之，为佛之名觉称谓，非相非形，超越对待，不可称之就是没有相对。那我们离开相对，就说不出话来。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全是相对的。啊，说人，人的对面就不是人，非人。啊，说男，男的对面是女，他都有个相对的。啊，说高，个子高，啊，高级有矮。啊，要离开相对，你说一句话来，说不出来。啊，那么在一真法界的这一些名词术语，统统没有了。啊，在极乐世界里头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可是极乐世界我们知道，每个人往生的时候坐上莲花，莲花上都有他的名字。啊，这就执着，莲花绝对不会搞错。啊，那个莲花的大小光色与你修行功夫有关系，你的功力越深，那个花越大，啊，光色越好，啊，功夫比较差的，它的莲花比较小，光色要差一点，啊，这是我们带得去的，所以念佛了得分秒必争，啊，这个世间名闻利养。万事万物一样都带不走啊，所以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就好啊，通通不要放在心上，
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你那个莲花就会越来越大。啊，光明色彩越来越强。我们要着重这一点。这个大乘广智为佛无所不知，无烦恼不断，无善不备，无众生不度。这个五种智通通都是自心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人人都有，只是我们这些智慧有障碍，障碍呀、啊，把它障住了，它透不出来。纵然透出来啊，它起的作用是扭曲的，就变成烦恼了。啊，所以大乘经上常说，烦恼即菩提，菩提是妙智。啊，烦恼是什么呢？是智慧被扭曲了。啊，起负面作用，就叫烦恼。烦恼跟菩提是一个体啊，烦恼不能断，烦恼断了菩提不就没有了，所以要转烦恼为菩提，把它扭正过来啊，不能断了，修正过来啊，它就变成智慧了啊，这个就是迷悟啊，迷了的时候它就是烦恼，觉悟它就是菩提啊，所以佛的教学49年苦口婆心为我们表演，为我们说法啊，用伊斯兰念帮助我们转迷为悟听佛法，不需要记住啊，不需要，需要开悟，记得再多，实在讲也变成烦恼，变成分别吗？变成执着吗？啊，不主张啊，这个记诵，主张啊要开悟啊，所以这个智慧大乘广智啊，无所不知。烦恼都转过来了，啊，转烦恼为菩提了。无善不备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是相对。啊，相对在不可称职里头已经转过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善，真的所谓是尽善尽美，找不到它的缺陷。啊，无众生不度，大慈悲心出现了。啊，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。啊，一体就没有任何条件，所以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啊，见到众生，他的慈悲心就显现，肯定伸出援手去帮助他。第五啊，无等无伦，最上甚至。啊，这个实在就是转第八阿赖耶。
阿赖耶的本来面目就是无等无能，等是平等，没有能跟他平等，能是同类，也没有同类的。他是最上殊胜，为佛知如实而不虚妄，得如实三昧，常在定中，遍照万法，无与伦比，如法而照，其照无量。他确实，这个就是常寂光。一片光明，遍照法界。下面这几句说得清楚，又两卷无量寿经总要，复以不思议智配于尘俗作之，这就是转前五识。不思议智，前五识是眼耳鼻舌身。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它是起作用的，语言外面境界的。转识成智之后，它能够现神通变化。我们讲六通三明，在它这个五根上啊。是非常明显，不可称之呢，配第六意识，妙观察之。大乘广智呢，配于平等性智，就是转第七识。第七识转过来是平等性智，第六识转过来是妙观察之，它不分别了。第七转过来，它不执着。不执着就平等了。后面无等无能，最上甚至配于大云尽智，这第八识阿赖耶识。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尽，大圆尽是比喻。那么这是说，这个人虽然念佛，与佛这五种智慧，他有怀疑，但是他信因果，忧心罪福，他相信因果，修习善本生极乐国，这是。着相修善，行不是不行。生到极乐世界，一般呢不怀疑的人，生凡圣同居土。他有怀疑，有怀疑还是会往生。于500岁中，花不开放啊，还是莲花化身呢？它花不开呀。出花胎中不能见佛闻法，这叫胎生，或者叫遍体，他还在莲花里头。但是在莲花里呢，有时间性，500年。这是最晚的，500年一定觉悟了。一定会就回头了，他一觉悟，花就开了。花开见佛，那么这个500年呢？我们一定要晓得，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，它没有白天晚上。我们这个地方年月日是地球自转一周，这叫一天。对着太阳这个是白天，背着太阳是晚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极乐世界没有日月，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，
人生放光，佛生放光，每一个人生都放光。啊，不但生放光，居住的宫殿放光，花草树木放光，大地也放光。啊，所以他不需要日月，啊，灯火，不需要这个东西。啊，没有白天，没有晚上，所以他没有年月日。啊，极乐世界就是没有黑暗。人需不需要休息？不需要。他是法性神，他不会疲倦，他不需要休息，他不需要饮食。啊，身跟境界清净无比，叫一尘不染。极乐世界找一粒灰尘找不到，没有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，我们得好好想想啊，这真叫得大自在啊。啊，到那里去干什么？目的到那里去就是断烦恼，开智慧，成佛道。到极乐世界是干这个的。啊，那么这三桩事情都能满足你的愿望，你所有的烦恼到极乐世界去就没有了，自然没有了。啊，每个人烦恼轻重不一样，到极乐世界德国早晚也不相同。啊，功夫好的时间短，啊，我们讲时间短，你到极乐世界很快就成就。我们烦恼习气很重，到极乐世界时间就缓慢一点。啊，个个保证烦恼断尽，啊，智慧圆满，必成佛道，必定成佛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不能不去啊。啊，胎生不是真正胎生，遍地不是真正的遍地，啊，是莲花没开。啊，转世称智在哪里？在莲花里头转，根立的，没有怀疑的。啊，佛拉着这个莲花来接引你，这个莲花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缘是你自己的幸运之缘，有因有缘，莲花就出来了。啊，如果你没有发心，你不相信，你不念佛，七宝池里头没有你的莲花。我们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，肯念佛，七宝池这个花就出来了，出现了。花上有你的名字。啊，我们寿命到了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拿着这个花来接引。我们坐到莲花里面，莲花就合起来了。啊，我们进入莲花，莲花开的。啊，进到里面，坐在莲台上，莲花就合起来了。佛就带着这个莲花到七宝池，还放在池里头。那么这个花再开呢，就见佛了。啊，上上根人到极乐世界就花开，一到就花开。要知道花一开就是十八土，花开见佛五生。无生法忍，
最低的果位，七地菩萨。啊，七地是下品无生人，八地是中品无生人，九地是上品无生人，再上去极灭人，十地是下品极灭人，等觉是中品极灭人，上品是妙觉真佛。啊，那么这些品位，佛说得很清楚，让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在哪一个层次，哪一个品位。啊，知道这些，我们要努力，要精进，不能懈怠，要争取品位。欧耶大师说得非常好，能不能往生？全在幸运之由，你看真心切愿往生的条件就足了，品位高下呢，完全在念佛功夫的前身，功夫浅的品位低，功夫深的品位高。啊，真心切愿之后啊，要努力念佛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小看。地仙老和尚那个徒弟郭鲁江，不能小看他。为什么？他三年佛号不间断，啊，这个人我们是可以向他学习的，不难。念累了去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没有任何压力。啊，如果叫我们不睡不眠，我们做不到啊。这个可以吃饭，可以睡觉的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三年成功。非常难得，三年成功的人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净土圣贤录里头所在的，往生传里面那些所有的人，绝大多数都是三年。啊，所以三年是一千天。不是难死啊，要真干啊，万缘放下，什么都不想，专想极乐世界，专想阿弥陀佛啊。那么不能往生的，决定是这个地方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，一时放不下，一时放不下就永久放不下，这个麻烦可大了。这个麻烦是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啊。像明朝的袁宏道，他就是生遍地，啊，生遍地的时间不长，他很久就很快就觉悟，啊，这一觉悟花就开了，下面迎慧苏说。慧疏是日本净宗法师的著作，太僧者譬如太僧人啊，出生之时人法未成，就是他还没成人，是比喻，不是真的太僧啊。所以太言其暗，
他还没开窍啊，还没觉悟啊，借这个来做比喻，非胎胞中之胎神，跟我们这个世界胎神完全不一样啊，他通通是莲花化身啊。他说何以知之呢？怎么知道呢？暗落国土一向化身，故知非实胎神啊，不是真胎神。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书的意思是，所谓胎神者，只是疑惑未尽啊，暗障有成啊，一定的要知道一切法从心下生啊，未能见佛闻法，故以胎儿为喻啊，来做比喻啊，他生到极乐世界花不开，见不到佛，听不到佛说法，说若论其实，一切往生之人皆是化身，并无胎生，这是真的啊。且遍地之人虽云出胎，不但没有出胎之苦，所受快乐又如夜摩天人在宫殿中啊。夜摩天是欲界第三层天，在四天王天忉利天之上啊。这个天人呢，时时你听到他在唱歌啊，歌声闲适快乐，快乐无比呀！啊，可见其中天人之乐甚也，他们真快乐。忉利天不能为比啊！啊，一般世间修善积德之人，大多数都是僧，死亡忉利。啊，因为在往上去要修定，定没有修成功，有定的意思在啊，没有一点定功啊，到不了夜摩天啊。我越往上去定功越深，斗率天的定功比夜摩深，化落天的天，这个天人比斗率要深，套化自在天定功就更深了，但是还没有达到初禅。如果达到初禅，他就离开欲界了，他就到初禅天去了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。弥勒问胎神化身的因缘，看经文了，何因缘故？什么因缘？彼国人民有胎神的，有化身的。啊，弥勒菩萨看到这个状况，其实是带我们问的。我们不知道啊！啊，复问何因缘故由此而生？今既见果啊，欲明其因。啊，这两种生态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。啊，所以要想知道因缘，因缘者。会所缘，亲身为因，诸法为缘。啊，胎生化身的，通通有因缘。故对其果啊，问其所有。啊，现在在眼前看到了。
到底什么原因？啊，又楞严经常水所云，佛教因缘为宗。依佛圣教，自前至深，摄一切法，不出因缘二字。啊，佛度众生，因人施教。啊，人根性不相同。啊，烦恼不一样。所以佛的教法呢，因人而异。啊，善教的老师，啊，像我们这一代，跟上一代我们的老师，我们就比不上。啊，他观机的能力比我们强，那说明他的心比我们清净。啊，他有智慧，能看人。啊，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方法教他？我跟李老师十年，啊，跟李老师学讲经有二十多个人，啊，我细心地观察他，他对每个人的教法都不一样。啊，不是一种方法，能让每一个人适合他的程度，契合他的根性，啊，都能欢喜接受。啊，所以选的经典不相同，讲的前身不一样。那么什么样的因缘在下面一品就说出来了。啊，遍地遗尘第四十。啊，课题上胎生因缘。啊，分三段。第一段是因，因里头两个小段，疑智，对佛的智慧怀疑，信福求生。啊，这里头有三小段，第一小段，疑修怨生，带着怀疑，带着怀疑真干。不是不干啊，我们看清了。佛告慈氏，慈氏就是弥勒菩萨，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。这后头两句重要，虽然有疑惑心呢，他修功修诸功德啊，发愿呢求生极乐世界。念老的注解一开头告诉我们，这一篇要说明胎生之因啊，劝生生性免堕遍地阴尘，五百岁中不见佛身，不闻经法啊，为我们说明这个因缘啊，希望我们把疑心放下，对于经典里面所说的丝毫不疑惑啊，虽然道理我们没有搞明白没搞清楚，相信佛所说的话是真的，佛没有妄语，佛不会欺骗人
啊，善意的欺骗，佛也没有，佛有的是智慧，不必用这些善巧方便。啊，佛没有一法不是真实的。啊，字字句句，我们都要下定深深的信心，这个人就有福了。啊，我们连老师都有信心，都不怀疑，何况佛陀？啊，对老师要是有怀疑，老师的东西就学不到。啊，学生跟老师学习，全在恭敬、真诚。啊，印祖常说，你有一分诚信，你学到一分；你有两分诚信，你学到两分；你有十分诚信，你学到十分。啊，你能学到多少，不是老师的事情。完全在自己。老师教那么多的学生，每一个人程度不一样，得到的不一样，每一个人对老师沉浸心不相同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沉浸心从哪里来？是找根呢。沉浸心是对父母来的，你就是孝道啊。一个人不孝，对父母没有诚信，对老师也就没有诚信。啊，对父母有诚信，对老师诚信会比父母减少一点。啊，但是父母要会教。啊，父母教儿女最重要的是尊师重道。老师教学生最重要的就是教他孝顺父母。啊，所以一个人这个有孝敬之根，就是老师跟父母教出来的。那么现在老师不教孝亲，父母不教尊师，我们的教育成问题了。啊，好的老师呢都入班涅槃了，为什么他没法子教了？他只好走啊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，要其义自见，只有这条路啊。这一条路也是真诚到极处才能出现，这奇迹一般的出现啊。没有诚信，你永远不能自见啊。自见就是大彻大悟啊，这个经教你明白了，你见到这个里头的意思了，想见到真理了，在佛法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是你的心真诚的基础，你见到自信。佛的经是自信流出来的，你见到自信没有不懂的了，你所理解的跟佛所说的完全相应啊。他见到了，你也见到了啊，决定没有错误啊。这个不多啊，一万人当中有个三四个就不得了了啊。可是在我们中国
达到这个境界的人，佛教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，公元67年传来的，2066年就2000年，就整2000年，现在差不多快到了，快到2000年。我们冷静去观察，啊，达到像慧能大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大概有多少人？啊，2000年当中，我们估计应该有3000人的样子，不得了啊！啊，是中国世世代代有神仙出来啊！真有啊！禅宗1700则公案，那就是1700个开悟的啊，悟有顿悟，有见悟，顿悟的少，顿悟的代表六祖慧能大师啊，这一口像他那么快那么顿的时候，找不到第二个啊。一般呢总是1年2年开悟的啊，3-4年开悟的，这个我们在无灯会员里面看到，在景德传灯录里面看到，还有10几年开悟，20多年开悟的，30多年、40多年开悟的，只要开悟，就达到这个境界了。啊，宗门呢，教下的呢，教下叫大开圆解，净土宗教叫离业心不乱，都是这个境界。啊，所以要把教下跟净土不算，它是个特别法门。啊，人数真不少啊！啊，教下开悟的，跟禅宗比禅宗少。啊，大开圆界。啊，各个宗里面的祖师大德，我们看到他对于经典的著述，就知道。啊，净土宗是例外，是特别法门。净土宗只要一往生，就是大彻大悟。那我们最保守的估计，不会少过10万人。这净土宗。啊，那么其他宗合起来，大概也就30000人。啊，不会超过5000人，这个你就明了了。净宗易行道，那些是难行道，难易要搞清楚啊。啊，我们走易行道，不能走难行道啊。难行道是要断烦恼、证菩提，易行道待业往生。啊，只要把心里头垃圾扫打扫干净，把阿弥陀佛请进来就可以了。啊，难行道里头连阿弥陀佛都没有，要真正清净，这个太难太难了。啊，这个易行道准许有阿弥陀佛。所以念老在这里提醒我们啊，我们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免度边地有真啊，不许耽误500年啊，500年
在花苞里头，啊，花苞里面是很快乐，在那个里面生活环境像夜幕天宫一样，啊，桃李天人不能为比，啊，但是他见不到佛，见不到这些同参道友，听不到经法。往昔大师说，遍地太深，同体异名，是一个意思啊，名词不一样，意思一样。六论里的说，又有一种往生安乐，不入三辈众，就是指这一类，于五百岁中常不见佛，不闻经法，不见菩萨，声闻声中，安乐国土为之边地，意欲太深。可见往昔正成谭鸾法师的意思，六论是谭鸾法师做的。六论又说，边地者，其言五百岁中，不见闻三宝，同边地之难。或者呢，业于安乐国土，罪在其边。啊，这个都是猜测。啊，实际上，我们觉得前面呢，鸾法师说的是有道理，就是花没开啊，没有离开七宝池啊。胎生，譬如胎生人出生之时人法未成，边缘起暗，胎呀缘起暗，暗是暗钝，没有智慧。此二名呢，皆借此况彼，啊，是用我们这个地方的名词来形容它。为边与胎都是比喻，不是八难当中的边地。啊，八难当中边地是没有佛法的地方，啊，叫做边地。也不是真正胎胞当中的胎生，啊，是何以知之呢？怎么晓得？暗落国土，一向化生，这个世界只有化生，啊，没有胎生，卵生、湿生都没有，四种生态他们是化生，故之非是胎生，啊，不是真实。像我们这边的胎生，五百年后啊，还得见闻三宝故，就它有时间限制的，故知不是八难当中的边地。又疑尘者，若人于疑心中念阿弥陀佛，这生极乐边地之七宝宫殿中。七宝宫殿在莲花里面啊，五百岁中呢，不闻啊，不得闻三宝之名，乃一人所居，叫一尘啊，他真往生了啊，不是不往生。如守护各界诸境，这个里头佛说，若人命中之时，欲知时知，正念分明，喜欲注意，吉祥而逝，光明照身，见佛相好，
众善具现，定知此人决定往生净土。啊，这就是念佛往生有瑞相。从瑞相，你就能判断他，他决定生净土。啊，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人持念佛持戒，无清净心，命中也没有善相，也没有恶相，地福不收，安阳不舍，如睡眠去，此人疑情未断，生于一尘，由此可知，生疑尘的人不少啊！啊，很多我们看到念佛人呢、往生的，真的很可能生疑尘啊，不在九品之中。九品之中一定有瑞相啊，我们看不到他的瑞相，也看不到恶相啊，堕三途是恶相啊，那个相很难看，他很痛苦啊，生疑尘也应该到后也不错啊，不过就是500年之后他就入品了啊，他500年在受落，他不受苦啊啊，再修心愿方归净土，可见心愿二者是为往生见佛之根本啊，这一句很重要，对于极乐世界决定不能坏，对于阿弥陀佛决定不可以坏啊，要真心，要真愿啊，不能往生的人多半实在是对这个世间放不下，总有留念，只要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就去不了啊，必须得万缘放下啊，放下最难的是情执啊，老人走的时候总是怀念孙子没放下啊，儿子放下了，孙子放不下这个很麻烦的 啊，还有财产放不下啊，权势放不下，只要有沾上这些东西，对不起，恩怨放不下，同时障碍啊，啊，这个障碍起来的时候，遍地都没分了。边地都放下了，只是怀疑啊，对佛的五种指怀疑啊，所以决定不能怀疑，万缘要放下啊，现在就要放下，人命无常啊，我到死的时候再放下，到死就放不下了，自己做不了主了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病痛昏迷就随着走了，业力牵引你啊，以心运行这三个字缺一不可，此外呢更有懈慢故，或称呢懈慢切，
我看看这里头有没有。啊，这个里头真的还有元郎中。谢曼谷前面学过啊，我记得前面学过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在娑婆跟极乐的中途，生死过者染着其国之快乐，而生起懈怠骄慢之心，不更净而生于极乐，故称为懈慢垢。如《菩萨出台经》里面说，啊，这是佛告诉我们，此西方去此阎浮提十二亿那由他。这是举例，极乐世界距离我们是十万亿，但十二亿当中啊，有懈慢界，啊，也有个国土，国土快乐，前后法益众生，欲往阿弥陀国者，皆身染着懈慢国土，不能前进生阿弥陀佛国。一千万众实有一人能生阿弥陀佛国，何以故？有皆有懈慢之心，不老故。准此经义，懈慢国亦属于边地遗臣之类，但是他比边地严臣遗臣遗的严重。为什么呢？堕到这个地方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离开。极乐世界的边地遗臣只有500年，他有期限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提醒我们，给我们慎重的警告，绝不要贪图享受。啊，这些人是哪些人会躲到这里了？啊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平常贪富贵人家，贪图享受，啊，贪图无欲之乐，哎呦，一看到这个地方不错，很好，他就下去了，这一下去就出不来了。这都是警告我们的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你会看到些什么东西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生到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，你是坐在莲花当中，莲花是合起来的。啊，人在莲花里头，外面境界看得到看不到？看得到。像透明的一样，他要看不到，就看不到中途懈慢垢，他会看到，看到念头一动，这条好，那个莲花花开，人就下去了，莲花就没有了。莲花是变化才走啊，极乐世界永远去不了了，这非常可惜啊。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！既然有这一个，我们就能够联想到，可能不止一个。啊，足以能诱惑我们，让我们退转，
决定不止一处，所以要处处小心，要处处谨慎。啊，下面说出真正的原因，以乎佛知，不了佛知，不思议之，不可称之，大乘广智，无等无伦，最上甚智，于此住之，疑惑不信。不了佛智者，谭鸾师六论里的说，不了佛智者，为不能信了是明了啊，佛一切众智啊，不了呢，所以他就生疑，就起疑惑。此一句总便所疑，下面四句是夜夜对峙所疑。静言师、法味师、元晓诸师均同此说。以不了佛之一句为总，其他四句是别。我们在前面也读到，后面四种智就是转八识所成的，转八识成四智。那不思议智是转五识所成的，那不可称智是转第六识啊，转第七识，无等无伦，最上甚智是转第八识。啊，净严疏里头说，粗言不了佛智，此句是总；不思等是别，佛智运深，愚不能测，明不思议啊，不可思议。这个智慧实际上人人皆有，个个不无啊。慧能大师开悟说的五句话给我们重要的启示，他在第三句里头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了一句话。”可以用它来解释具足什么啊？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如来这五种智当然具足啊，这五种智就是自性圆满的智慧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是自信里头本有的啊，从外面来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有的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我们中国古人求学是求智慧，不是求知识。现在人学校里所教所求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，
这个地方讲得很好啊，知识不行啊，知识有局限性，而且还有后遗症。啊，智慧没有局限性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求呢？从清净心求，从平等心求。我们经题上都说了，清净平等求。那个觉就是智慧，清净平等是定啊。佛在一切经教里常常教给我们，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啊。佛的种种教法都是帮助我们修定啊，帮助我们回归清净平等啊。清净是小乘的定，开小智慧；平等是菩萨的大智大定，开大智慧。啊，你要开智慧，你的心要清净，要平等，智慧就开了。啊，心不清净，心不平等，只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啊，我们是用念佛的方法修定，用读经的方法修定，用听经的方法修定。所以念佛、听经、读诵都是属于戒的范围啊。因这个也得定，什么时候你烦恼放下了啊，清净心现前了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啊，就是下面这四种智啊。前五识起作用就是不思议智，第六意识起作用就是不可称智，那它起作用就行了。啊，佛有啊，我们人人都有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经不能不读，不能不听，佛不能不念，不念一天到晚都是杂念妄想，断不掉啊。前念灭后念就生了，自己做不了主啊。啊，这习气断习气难，断烦恼还比较容易啊。容易我们也断不了啊。学佛不能欺骗人，更不能欺骗自己啊。欺骗自己一无所成啊，这一生到最后还是去搞六道轮回，错了啊。这种缘不是容易遇到的啊。开经偈上告诉我们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彭吉清居士告诉我们，净土法门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你怎么会遇到？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比百千劫更长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有缘呢，无比的幸运遇到了
啊，又遇到这么好的本子，啊，夏莲老、黄念老这两个人，菩萨再来啊，应化在世间，他来干什么的？就是来会见的，来给我们做记住的。人间没有人能够做得出来，他来了，他工作完了，他走了，啊，我们有缘遇上，我们是护，啊，知道这个宝中之宝，无上的法宝。啊，我们更庆幸自己，我们上一代就没有看见。啊，上一代多少法师大德没有看到慧济文，啊，李炳南老居士看到慧济文，没有看到这个脊柱。真可惜啊！啊，他如果看到这个注解，他一定大声疾呼啊，唤醒我们呢、啊，要依这个注解修行呢、啊。我能想得到，啊，我跟他老人家十年。这个注解我们看到了，真的是五体投地，不能不佩服。用经来注经，用祖师大德的著书来注经，让你产生信心。啊，组合的太妙了。我们再往下去看，啊，净言所里的说，第一句话不了佛智，是这一句的总数，不思底下这四句，佛智原生，愚不能测，愚。是除佛之外，不但声闻缘觉不知道，三贤菩萨也不知道。啊，别教要登地才知道，原教实信菩萨不知道。要初住以上，所以叫不思智啊，啊，不思一智，佛之中途，非因能尽，不可成。欲住法门，智之穷尽，名为广智。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位分高处，这叫无等。无人，最上甚至。啊，唐朝，海东，云霄寺。海东是现在的韩国，就朝鲜。啊，韩国的元孝寺也是在中国留学的，啊，很有成就，
回到韩国把净土宗传到那边。啊，他是配当司职，如宗要里的说，此言佛旨是总表句，下至四句各显四旨，不思议旨转八十成四旨，啊，是臣所作之，此旨能作不思议事，也就是说言而必舍身。啊，像我们今天的世界，科学技术发达，啊，用的是什么智慧啊？就是这个智慧，臣所作之。啊，用我们的眼去看，用耳去听，用第六意识去想，啊，用手去做。啊，科学上的成就，哲学上的成就，都要用这个智慧啊！啊，是成就所致。此啊，为一念成名，永劫永灭多劫重罪，甚念功德，能生界外圣宝，如是等事，非其所测，故名不思议旨。这个还是。不思议旨，啊，这个前五识不可称的，这是第六识了。第六识妙观察，此智观察了不可称尽，为一切法如梦如幻，非有非无，立言绝律，非主言者所能称量，是故叫不可称之。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，啊，看到这个世间一切法，我们看不出来，以为真有，啊，他看出来了，看出什么？刹那生灭，啊，这个现象，今天量子力学家知道，啊，整个宇宙现象。啊，所以量子力学家提出弦定律，啊，就像弹琴的弦一样，从这个振动当中变现出来，整个宇宙是这样变出来的。啊，这个说法的时候也很有道理。啊，在大乘佛法讲，一念不觉，不觉它就动了，觉心。不动啊，这一动呢，这就叫无明，这就是阿赖耶，阿赖耶从这产生啊，把真心呢，从真心变现出一个妄心，真心能现能生，妄心能变。啊，那么真心所生所变的被阿赖耶扭曲了，啊，变成很多花样了，这个很多花样就是十法界，啊，自性变现出来的是一真法界，叫一真，真不生不灭叫做真，有生有灭了就不叫做真，就是此地所说的如梦如幻，非有非无。不但无法言称，也没有办法去想象，戒律是不可以思，立言是不可以语，不可以言语，言语道断，戒律是心心出灭，啊，所以不是言语所能够称量的，这叫
不可成之。大乘广智是转莫那啊，第七识，莫那是执着，四大烦恼常相随。啊，莫那从哪里来的？第一个，我见从我来的啊，所以执着阿赖耶的相分，一分我们这个身体是阿赖耶的相分里头的一分，执着这个是身，执着阿赖耶的见分，是以为自己的心就是能够想象的，能够思维的，以为是自己的心啊，不知道自己的心是阿赖耶的见分，自己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。体虽然是发生的，被它扭曲了啊，体是不生不灭的，它的一扭曲就变成有生有灭，生灭的频率快啊！科学家用弦来做比喻，它比弦实际上还要快，快到我们不能想象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就这频率，这一弹指多少个生命？32亿8000。百千是十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有320兆次的生命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我们科学现在用秒做单位，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啊，我看可以弹5次，那就再乘5倍。320兆乘5，1600兆。要用想，一秒钟，它有1600兆次的生命，这就是我们现前的宇宙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。啊，科学辛辛苦苦累积400多年才发现的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已经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比科学家讲的还详细。啊，最大乘的佛法是什么？是尖端的科学。啊，早年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他说大乘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，我们从这几门现在到最近这个10年，科学家告诉我们它是最高的科学啊，科学所发现的宇宙奥秘佛经上统统有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再过20-30年，科学家承认，肯定佛法不是宗教的，是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就告诉我。佛法是无神论，佛法不是宗教。宗教里头第一个条件要有一个创造宇宙的真神，佛教没有。佛教的宇宙从哪来？从自信里头变现出来，
谁的自信？自己的自信，不是别人，那是自信便也是。十法界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心想，就是第六、第七变现出来。那在此地就是说，这个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是他们变现出来。识字不是他了，佛教肯定，那就是讲伦理，伦理讲道讲绝了。中国讲伦理，伦理是关系啊，五种关系啊，父子、夫妇、君臣、兄弟、朋友啊，人跟人不外乎这五种关系。啊，讲到一家人呢，啊，讲到基础一家人，凡是人皆须爱，佛法比这高，比这个范围大，佛法讲的全宇宙，所有一切众生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跟我是一体，这没得讲了。不是一家，是一体啊，全宇宙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体，所以佛法讲慈悲啊，慈悲都是爱，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，悲就是怜悯同情啊，爱是给予人快乐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帮助利苦叫悲心，帮助他得乐叫慈心。慈悲呀，慈无条件，无缘大慈；悲呢，同体大悲。啊，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呀，比一家亲得多了。啊，所以中国讲的这些伦理没有办法超越佛法的范围，在它里头啊，大乘广智是平等性质，转莫那为平等性，无我就平等，有我就不平等。啊，跟着我见的，同时起来的三个烦恼，跟着来的。啊，头一个我见呢，啊，就升起我爱。我爱是贪，我慢，傲慢，我慢，我慢是嗔，我痴是愚痴，贪嗔痴，贪嗔痴是跟着我执同时起来的，所以莫那是什么？莫那是就是四样东西啊，我见，我爱，我慢。我吃那么贪嗔痴从哪里断啊？这是佛讲的三个根本烦恼，所有一切的烦恼不善的统统从他这生出来啊！我们在大乘经里头知道它的核心，贪的核心是情执，能够把情执放下，贪才能断，这难呐！啊，成慧的
核心点是傲慢。啊，能够把傲慢转变成谦虚，这个人嗔心就断掉了。啊，那么愚痴，愚痴的心是什么？是怀疑。啊，能够把疑断掉，痴就能断。啊，这贪嗔痴的核心是情痴，是傲慢，是怀疑。你看这个东西，我们想想，我们有没有？能不能断得了？啊，有一个方法可以断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把心集中在阿弥陀佛上，这些东西都不像大家，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你，慢慢对这个就淡薄了，淡薄了，啊，淡到极处就没有了，啊，这个东西断掉了。贪嗔痴断掉，证阿罗汉果。啊，就阿罗汉辟支佛，这个烦恼习气没有了。啊，贪嗔痴没有了，他还有我执。啊，我执要是破掉之后，他就进入大乘，就不是小乘。啊，那就是升等了，是菩萨了。啊，那大乘观之是平等性质，此智啊，广度不同小乘。啊，未有无我，故无不故；无不我呢，故无不等摄。啊，等摄就是平等摄受。啊，就是有无我，平等心在心间；有我就不平等，平等摄受。啊，所以他成就的是平等性质。佛教导我们一层一层的明白了，了解了，然后一重一重的把这些烦恼习气放下，对于念佛人来说，功夫会大幅度的提升。心踏实了，愿坚固了，一向转念品味提升了，啊，这把念佛的理事都搞清楚搞明白，坚固不动啊，世间全是假的，都是这些东西变现出来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明天我们继续再学啊，这一段很重要，搞清楚，搞明白，问题全解决了。